喜欢下厨的旅客，不妨造访九龙油麻地的上海街。这条有着厨具用品街美名的街巷，早在19世纪中期已蓬勃发展，至今仍保留着营业数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老字号商家。各家店铺汇集了五花八门的厨房用品，无论是刀具、锅具、烘焙器具或者点心蒸笼等大小型用具，在这里皆能一应俱全。来到此地的旅客不仅可以在众多选择中货比三家，尽情享受购物挖宝的乐趣，也能在每一个转角和每一栋建筑之间体验到走进历史的时代感。